交给你了。我是叫小郭啊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今天这个电影啊，第一次啊，第一次你们是第一批观众，之前都是我们业内看的，所以你们很幸运，非常幸运，第一波观众。所以大家觉得电影好看吗？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呢就要看看大家跟我们去聊一下我们的影片，我们送签名海报好不好？看看我们第一位的幸运观众在哪里，跟我们去聊一下我们电影究竟好看在哪里，为我们详细说一下。看看第一位的幸运观众，好，肯好，那我们那里看见我们的有一位男生，要不要我们那位男生跟我们去交流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对，大声点点可以吗？大家稍微安静一下。对对，他是书迷，对对，大家能不能安静一点点，我们听我们这位的现场观众。很激动，因为他是一个书迷，他看了那个小说，然后再看我们这个电影，觉得特别好看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看，我是说你是看完小凯特别好看，没有是吧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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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个小妹妹来。好不好？对，我们要问电影下一个，好，在哪里？好，小凯为我们挑选下一位吧，好不好？好，导演，来，导演来。哎呀，不敢得罪啊，不敢得罪、啊，这是冲着小凯来的。你看，我想挑个男的，我都挑不着，男的呢？来，威斯林，来，威斯林。其实我觉得小凯上了大学之后演的，我看到那个演员的单数之后，我觉得特别特别好。讲得特别好，讲得特别好。对，刚才我也这么说了，对他最近变化太大了。他在讲什么？高一点。对，好，下一位，好，我们继续看看我们下一位，好，在哪里？就想看一下导演，我们。好不好？谢谢各位陪客，谢谢啊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全是姑娘们晃得我真是无所谓了。好，就是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你啊。好，不是染头发那姑娘，对对对，就是你。对，王队长，我想问一下你在里面演小郭是什么感受？小郭的感受，因为他是一个孤儿嘛，所以演小郭的时候呢，就会尽量去让自己成为这样一个状态，就是因为小郭他是在影片里面是第三次被抛弃的一个小孩，所以他本身来讲是一个就是比较绝望的状态。到后来呢，因为经过慢慢对，就是看到解忧，然后为他人解忧，再慢慢把这种精神传承到自己身上，其实是一个转变。我觉得小波也是通过这样一件事情，让自己就是走上了阳光的道路。对对对，谢谢。阳光。说导演帅的是哪个？谁说我帅啊？
你说。好，好，就是你来，来，哎，问那个白衣服，对对对对，好，你来问。啊，状况最多什么 ？NG 最多的 ，NG 最多的。哦 ，NG 最多的。对对对。NG 最多的应该是在那个。应该是在那个解忧杂货店里边，就是，不是那个镜头就一直转圈那个。啊，那个。对对对。对。我又不转，为什么要投晕？因为那场戏是因为，就是。机位要控制，然后我们也要就是要对着，就是要机位要跟我们一块要配合好。啊，对，所以是时间点卡的比较准，那条是拍了挺多的。好，下一位。中间这一位吧，不好意思，是中间吗？中间很厉害，好啊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好，谢谢。大飞姐姐，请问什么故事里面你觉得最让我感动的那一部分？最让我感动的地方，其实我也没看过。我只记得我看剧本的时候，我觉得最感动的地方就是。当我们三个就是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，我们三个状态其实已经从一开始想要破坏到想要逃离这个城市，到第二天早上去接受这样一个现实，去悔过，去重新去面对生活这样一个举动的一个状态的变化，我觉得我是比较感动的。对，最后呢，我们跟我们的所有的现场朋友推荐一下，我们这一次是我们全国第一批的观众去看到我们的影片，我们推荐一下大家帮我们在猫眼、豆瓣、淘票票上面给我们点个满分，帮我们写写影评好不好？好，帮我们推荐一下。有没有让大家失望这部电影？没有。好，我们传递，把电影的这份温暖、这份爱传往下传递啊！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非常谢谢大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张大合照，请两位来到我们的中间的位置，我们来张大合照，大家一起站起来好吗？